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今届卡塔尔世界杯嘅揭幕战，南美洲代表厄瓜多尔凭住佢哋嘅队长前锋安娜华伦西亚喺上半场梅开二度，最后以2-0击败东道主卡塔尔嘅。然后力于土耳其球队费伦巴治嘅安娜华伦西亚喺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决赛周，曾经为厄瓜多尔入过3个入球嘅，连同今届首场赛事嘅2个入球。安娜华伦西亚已经手握5个世界杯决赛周嘅入球，成为咗厄瓜多尔国家队史上喺世界杯决赛周嘅首席射手。而年33岁嘅佢，目前曾为厄瓜多尔上阵过75场，攻入过37个入球。喺今届世界杯之前，已经系厄瓜多尔国家队史上嘅首席射手。而如今佢喺世界杯继续取得入球，佢喺国家队嘅入球纪录将会不断改写嘅。我系阿斌，多谢各位收听。好波唔等人，即刻下载 M 直播，收睇精彩足球、篮球嘅赛事。